早上好，我们现在呢正在汕头的翠园。这其实呢是一条美食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。那我之前呢是在这边拍过一期视频的，是银鱼粥。那今天呢仍然是喝粥，早上喝粥嘛。我们来这家店梅翠白粥果汁。那今天呢就带大家来看一下，那我经常喝的这一家白粥，他们是怎么样的。今天开始过了，您想炸想嫁个小孩子啊？是炸中。早起啊，读书到七个半。哦，那么就七点左右才是上班。是七点到的，至八点。稍等下就着九点到十点。为什么九点到十点食？伊即个我有加来当工值班啊，副主要做值班个读书啊。哎，你们食哪会加吧？我买的。当然一般。哎。你话要加，做来就来就买食，做来就来就买食。你好食嘛？你头一餐食。系啊。一般冇食，当然一般冇食。我来了那么多次呢，没有认真去数过它这个点餐区上面到底有多少种菜式的。今天来拍视频呢，就数了一下哦，总共是有30种。一般呢，我跟摄影师来吃呢，我们会点两盘的配菜。一盘配菜呢是跟卤水有关的，这盘卤水里面呢是卤蛋、卤肉、猪皮、猪肠。可以煮一点腐竹，也可以煮一点青菜跟苦瓜。那另外一盘呢，我们点的就是蔬菜了。这边呢是有10来种蔬菜可以选的，还有红豆米、咸蛋、一些咸菜、一些杂咸。一碗白粥配卤水、蔬菜，就是这样子。今天呢是拍视频，所以呢上的有点多。那正常来说呢就是两碟就好了。一般呢我们就是麻油是必点的，红豆米呢偶尔点，偶尔没点。卤水呢，蛋我们也是必点的，苦瓜必点，偶尔卤肉呢我们会换成猪肠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麻叶跟红肉米是我最喜欢的，基本上每一次呢我都离不开这两样菜，特别是它的麻叶，这个是我最爱中的最爱。我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也是来潮汕这边喝过白粥，他们表达出来的那种感觉呢是非常的舒服，很养生的那种感觉。啊，你比如说吃潮汕的肠粉啊，吃粿条啊，吃各种炒的东西，都没有这碗白粥来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这种体验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白粥呢，在那边呢是可以任加的，就是你无限可以加碗，啊，这个是不限量的。推荐大家来这边要点一下这个卤水苦瓜，平时大家点的都是卤肉嘛，卤水苦瓜其实也是很好吃的。那除了卤水苦瓜，这个卤水五花肉也是很好吃的。那卤水不会特别的咸，就是那种清淡清香型的那种，我觉得刚刚好。你今日到做乜开咗就久啊？十二年啊，那么是差不多08年开咗就咧。是。拢到这会店啊？是。你食个个做你孙子啊？我硬食咗过吼，唔知。伊咧讲个红娘个鸡酱，你菜个菜食个唔同鸡子，前面就正少人食石斑啊，食就是十鸡十子，那时候毛囊个正少就是几只。虽然他说从9点到10点呢会有另外一波高峰，但我看他应该一直高峰不断。现在是8点40分，然后现在人已经非常多了，比我们刚来的时候呢要多很多。老板娘这么忙，我们就不打扰她了，这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大家如果感兴趣，没来过这家店品尝过白粥的，有兴趣来尝一尝的话，就来翠园这里。在隔壁栋呢是翠园23栋嘛，就在这一栋的斜对面，梅翠白粥果汁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大家如果感兴趣，自己过来试一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